还有，怎么那么厚？拿奖的，这六万块是？哇，六万，我知道他，我知道他意思，就是我们。他看到这几次来最辛苦的其实是我，掌握全场，而且效果有收视率好，观众也热情。我今天早上还接受了他的专访。对，要孝敬您的，谢谢你。那等一下，孝敬您的在这里。啊，谢谢。这个是要给我们四种副校长，副校长，校长吗？给校长。哎呀，副总、国中校长。对啊，没错，校长好。校长，不要高兴。校长大名是吴佩诗，吴佩诗是赤桐国中，国中不是赤桐国中，是赤桐的哦，赤桐国中，我们优秀杰出校友，哦，对，杰出校友，他是杰出校友。看不杰出校友，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说校友，我能接受。杰出校友，简单，可以的。他管理这个园区，让大家来玩，对不对？这有名有你哈。校长还会乱讲话。回馈母校。哦，你要回馈母校就对了。哦。好感动哦。等一下，你现在这一段要认真，不能讲。所以嘛，我们学校人才辈出，有很多，对不对？我是最后一个，我是最后一个。你也是人才，是人才吗？是吧？对，我们全中运铜牌选手、银牌选手，对，上个礼拜哦。人家那么厉害。刚刚云林县那个全中运，是全台湾的那个铜牌，对，全中运，你们铜牌跟铜牌，等一下我一点点，校长辛苦了，要不是为了接受这六万块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让他胡言乱语？不是，人才一定是往后推，怎么可能到你这段就退？哈哈哈哈哈！又一个人，那我就显得没希望了。对啊，谢谢。他真的是杰出校友，那也是非常经这个地方能经营到这么好，我们也来了七八次，对不对？第九次来，不能乱讲。第九次了，我说自己来七八次，今天第九次。哈哈哈哈哈！重点是，他的做人非常慷慨，捐学校他是不忘记他的支持。对，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？我很感谢我们齐哥哈，今天也是第一次跟齐哥见面。对，我相信是。也不忘回馈学校，也很感谢齐哥。对，谢谢你。对，然后也让我们栽培更多的优秀的女性这种福利。好，谢谢，加油。好，谢谢齐哥，同学加油。好，这个其他是颁给我的。没了，收起来，颁给你，有这有你的份。还有你的份。这有。谢谢这200块要够了，200块钱不要太多。没有，我拿着我待会也是捐出去。就是我们来了九次啊，感谢齐哥啦，齐哥都一直帮助。干不干？第九次嘛。对啊，第九次，这次第九，那太厉害了。谢谢你，那不来了呗？不来了呗？什么叫不来？还要来吗？你不希望我们？不是啊，我要你说会来才会来啊，你我拜托你也等。看那个燕总说要乖要待。不是，我跟你讲。7月29号慈善的事，你不要忽略。哦，我也快到。你们两个试一下子。来，7月29号，这是公众的事情啊。7月29号，十方要募款，这也是属于大事情，重要。他们已经3年没有未来这些孩童。啊，疫情的期间都没有办法办活动啊。对嘛？哦，所以在台中嘛。台中在，他说要捐1200万。哇，我有爱心。你不是要捐1200万？那是创世的，他捐的那一桌1200万。不是1200万，他是一桌一桌捐，那是募款餐会。7月29号，十方的在那个维格，台中维格。大家共襄盛举，企业家可以在那边认购一些，现在就要认购，真的帮他们忙。好，那这个先还给你。我这一次讲最久。我给你一个情况。我是。来，继续送信。